下一句叫照见五蕴皆空。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照，知道意思吗？这个能观之智，五蕴是所观之境，对不对？你既然有这个东西了，那当然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去解析它。所以照就是我们的觉照能力，也就是我们觉性的功用。五蕴是我要观的这个境，也就是里面收集起来的东西。其实人是一天到晚都在收集东西啊，把很多东西都收收搞到底呢。那众生呢，就是这个五蕴，在身心呢，身心里面呢，在这里迷乱，所以不断的生死，不断的生死。那这部经讲啊，照见五蕴皆空，又讲啊，这个空就是幻象啦、啊，这些一切五蕴是幻象。可是幻象的当下其实就是实相，那实相就是完全就没有声音了，你里面就不再有动荡了。那幻象呢，就会让你忙乱，你试试看就知道。因为没有跟空，没有用空来定义，没有用空来消融所有一切，它依然存在，就叫幻象。如果它回归最后是毕竟空，那么它就叫实相。所以实相与幻象之间，就是它有没有残留，就是它有没有残留。如果完全无残留，也就是五蕴皆空。那在讲五蕴皆空之前呢，我们都知道自己有这个能力吧，觉照的能力。有些时候你会观察外界，有些时候你会观察内心。修行人从哪里开始观察？近从内心开始，远从外界开始。你从外界观察的人，你要走很远的路，你要走很远的路。你从内心观察明白之后，再把内心的这个能力来观察外界，外界就没是非了，外界就变得没是非，你就很明白。这个是所谓内心的解读而已。那我们能够这样观照的时候，其实可以了了正理，所以很明白的知道它的道理，这个叫见，照见的见。这个见并不是所谓眼睛看得见的这个见，这是意思是说他明白，明白了。那这个照见，照就是般若的智慧产生的作用。那这个作用所照的这个东西啊，所照的这个主题，是你明白或不明白的。照只是在讲它的功夫，这个作用。这个作用不是依妄事而妄照，依妄事而妄照。比如举个例，今天有你一个朋友啊或家眷从外面回来，那你就觉得他怪怪的，鬼鬼祟祟的，手上拎着一个东西，然后不让你看见。于是所谓的照见是这样照的。如果你在想了，一定要给他看明白，他手放在后面拿了一个袋子，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叫依妄事的妄照。这样会分吗？这样就叫妄照。因为你是就那个物，你是产生的情绪，就那个物想要把它看明白，那个物是什么东西，这个叫妄照。那真的的照见是这样，
你的朋友或家眷从外面进来，然后带了一包东西不让你看到，有点去掩饰它。那这个时候你心中发现你想探，你想窥视或是探究他那个袋子的东西是什么，这个时候就回来，我为什么需要去探究别人不想让我知道的事？这个我已经存在，物已经存在，事已经存在。物就是那个东西我不知道，事就是它掩盖某些事情不让我知道。所以回来说，我为什么这个念？我为什么需要这样？这个叫做照见。说凡夫啊，就是在所谓缘境上面产生了内心集聚起来的某一种东西，然后要去探索世界，能明了跟不能明了又产生了另外的东西，然后很忙，这里面一定是有我跟我所嘛。那这个想要探索的这个动机跟这个运作，就是依妄事产生的妄照。那这样子永远都是要看事啊，没有理。世间人常常跌落在这样的一个权力跟追求的道理当中。像有的人呢，他想要掌握全世界，很多事情不明白就会产生躁动。我怎么可以不明白？你们怎么没有告诉我？谁也不能够所有的事情都知道啊，也不需要全部掌控又知道啊，这多累呀！那该知道的就应该知道，如果不知道，并不表示别人没有在呼吸啊，也不表示别人没有在心跳啊。这上面就是很多自我意识产生的。其实世界上这是愚痴者在封自己为王，而这个王的需求让他很累。这是一个较量的世界，凡夫都依这个点，就是我所，所以产生了分歧跟那种不安。那如果你重新回来不一样的点，刚刚的举例啊，你的朋友或是眷属那个不大想让你知道的袋子，跟他有一点点闪烁的行为的背后，你如果看到自己想要探索的心，然后又怀疑，你应该去照破这个点。照破这个点之后，你会发现知道跟不知道对现在这个时间点有很必要吗？还要否认这个人对你的不忠诚吗？应该是自己想要有一种全然明白的被尊重，然后全然明白的这种地位吧。当你照破之后，下一个动作你可能笑笑的说，你有一点小小的诡异，提着一个袋子不大想让我知道，请问为什么？这个实况是可以说出来的。对方说没有什么啦，我不想让你知道，不可以吗？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心就马上聚集了，不可以，你就忙了，你就忙了，对不对？如果你可以尊重所有一切实相，你说当然可以。他知道你想探索，他需不需要说，想不想说，他是他呢，你何必
揣测他什么是应该跟不应该，决定他的应该跟不应该。所以这个人物不重要，这个事件让不让你知道的这件事情其实也不重要，重要是回来照顾你那颗心，你现在怎么样了。如果你说没事，甚至于更自在的人知道他有小小的诡异，这个袋子不让你看到，你也是能够接受他这个时候不想让你知道的这个事实。他在很诡异的动作中，其实你已经存在很重要，否则他不用好像有点刻意要隐藏的样子。人呢，在工作场合或在家庭里面有分大小总管啊，想要管人又要管事又要很明白，自己不明白的时候就以为别人在睡觉，这种人其实好累，知道？那真正如果你能够平下这个心，不再有讯息想要去探索，反而在他耳后出入的时候，不管是你的朋友或同事或家眷，在他出入的时候，这个小袋子一晃动，再晃过你的眼前的时候，如果你会想要探索，那就是前面的余习还在，你过去的那一念我没有得到被告知的那个遗憾还在，所以你就会盯着那个袋子跟他的手在走动。如果你能够完全消化他在走动，他拿了那个袋子，你呢圆明真见，也就是说你的内心没有是非，你不随尘流转，你不随尘流转，那就是自己跟众生是平等的。而这件事它既是有亦是空，这样举例可以了解，希望同学能受用。这是在讲照见是如何有分层次，就这个外界的缘，就是境跟缘，而产生的主观客观的探索跟产生的一些内容，这些呢就是我们要照破的东西。那这个东西的是非性要先给它涤除，就是它本身不带是非。如果你带着是非，就是受蕴跟想蕴，那这内容呢，你在探索的过程就叫行蕴。你原始定义跟最后再下的另外一重的定义就叫是蕴。而接触一看到的时候，对于接触点产生的认知，而后面的所有一切都来自于色蕴。那这个是简单的解释。那我们在讲五蕴，五蕴就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蕴就是积聚的意思，就是集合起来。那到底集合什么东西？积聚什么东西？就是积聚这五法，也就是色的内容、受的内容、想的内容、行的内容跟事的内容。我用白话解释，就是你在积聚什么，就是积聚这些的内容，然后产生了不同层次的惑，就是三惑：见思惑、尘沙惑跟无明惑。
啊，这些货就会产生存在，离不清，然后会让你动念，这个上面就叫烦恼。心意叫五蕴，旧意叫五阴。为什么叫阴呢？因为它会遮盖、遮蔽、遮蔽我们的清净本觉。只要你有这个东西在，它就结构起来，突如其来的一片云。也就是这些内容，你把它集合起来，这个内容，你就在读这个内容，跑到这个内容。这无法，也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些东西就是遮蔽了我们本觉的真心，所以不能显现。就像照相机，它的功能就是摄影，啊，这个摄影也就是我们觉的能力。那这个摄影它可以无是非的，无是非的摄所有的一切事。那当你呢进入它的内容，我们摄影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内容？摄影所有你摄到的镜头其实都是平等。但是当你在摄影的时候，你跑到内容去了，你专注于某一个内容，进入了内容，你就忘了你的功能，你都忘了摄影机的功能是平等的，可以摄所有的一切。我执就是我所，就是你跑到里面去了，你去抓那个内容。每个人的敏感度都不一样，敏感的内容事件程度都不一样，对不对？佛是全面敏感的，所以就不谈敏感了。我们众生就强调于自己敏感的那个东西，所以就栽在那里，对不对？那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个新的东西，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个故事，我怎么可以不知道？现在世界大事怎么可以这么无知？其实越想知就不能全面知，越知就越有乐色。但是无知亦是罪。就我们出家人呢，还有一条无知的这个过患。所以我们要懂知什么，而不应该知什么。不要在缘境上面起了个别强弱的分野，而应该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理全面的去了解而不执着。这个就是佛法它让我们学习的点。那我们讲啊，这个五蕴每一蕴里面都会主动的去把它积聚起来。色蕴呢，是由四大五根合合积聚而成的。这是四大就是地水火风。那五根呢，就是人，你有这个五根跟这个四大结构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所有的内容一并收集起来。四大所有的一切都是四大，不是在指你个别这个身体叫四大而已。然后还要透过你的五根眼耳鼻舌身去跟这个四大有接触，一接触的时候你就开始做了收集的动作，这个就叫色蕴。那这个受蕴呢，受蕴是由五识跟五尘合合积聚而有受，也就是我们这个根对到这个尘中间有一个分别了别的意识存在。当这个意识跟外面的尘结构起来，主观的感受纳受现前了，这个就叫受蕴。你一定会收集所有
你的根对尘收集那个事，解释那个尘，那这些你就会把它全部累积起来，这叫受蕴。想蕴呢，是意识跟六尘合合积聚而有想，也就是我们刚刚是视，也就辨别的功能，之后进入到一个推敲运转当中，就你会在剖析它，更深入的自我意识去解释它，然后跟外界的这些合合起来，有了其中的定义产生。那这就是想蕴，那这个内容你又会把它集合起来，是不是很厉害哈、哦？每天都在想，当然每天也不断在受，又活在色当中，所以在色里面努力的感受，不断的思想，好累。这个行运。行运是意识、思维这个尘跟境，然后你在里面呢有运作了，刚刚是定义它，那现在开始运作它，那里面呢不停的在结构，所以念念不停，合合积聚啊，有一种动能在里面跑，这叫行运。显示在外当然会显示出身口七支的行为，可是在里面的这些变化就是行运。这个世亲菩萨有著述，有做一个论叫大乘五蕴论，它里面谈到行运就是心所，行运就是我们的心所。当我们有这个心王，对于事的这个东西在里面，它会不断的结构，那这个结构出来，这个结构的运作的过程就叫行运，不是单单指我们表现于外。那这个事运，世运是了别诸法之本体，也就是基础它的功用。但是呢，它除了有这个了别的功用，支持一切染净的种子和合积聚以为是，也就是它会把前面的答案收集起来成为资料库，而你下一次色运色现前，不要讲色运，色现前的时候，就会从这个资料库里面去作为参考，作为参考再来产生新的一些受想跟行，就不断的重复再重复。那简单的说啊，色是集合而有色，受是接触而有受，想是缘引存在，你攀缘这个引就是落懈的啊、哦，这个色其实已经过了，你受是作用在中间触嘛，所以想是缘引而产生的，行呢是遍计以为名，这所有里面呢，你要开始在里面自我运转，遍计所值就是行。事是了别为相，以功能而讲它是了别，问题是它又积极了，它积聚起来，所以这样色受想行识，佛教理论名相的解释大概都有个概念。那我们再来了解色蕴，这个色蕴就是有执爱，凡是有形状，这个质量
的存在，会障碍，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它会有一种存在的体，这种就叫色。那外界来讲，就是一切的万物，存在的一切万物都叫外色。对自己本身而言呢，这是无人，就每个人自己的四大肉体叫内色，乃至于虚空等都属于色法所摄，也就是这所有的一切。虽然虚空照理讲它应该是无啊，可是在我们了解这个经论里面讲的这个虚空的概念呢，在你心中存在某种虚空的定义跟概念的时候，它也叫色法，它不是毕竟空了。所以乃至于对于虚空的这种存在的认同也叫色。那色可分为三种，第一种叫可见可对色，也就是你可以很明白的可以看得出，譬如颜色青赤黄白黑，譬如形状长方圆短等等这些形状。那譬如动作，动作我们有屈伸曲跟舍，那这些是不是都是表色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叫可见可对色，这是有形跟质，眼睛可以啊看得到，这叫做色。第二个叫不可见可对色，就是它没有一个形体相状，可是呢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这个叫不可见可对色。譬如声音香味，香啊，透过嗅觉可以了别的，比如味道，透过舌根可以感受到的酸甜苦辣，因为耳鼻舌它可以接受这些东西，所以这叫不可见可对色。它虽然没有实质的形体，可是你可以从接触的时候，你可以就感觉到它的存在，就集合而有嘛。第三个叫不可见无可对色，也就叫无表色。那你可以分别明了，那可是它没有具体的可以显现出来，那没有具体显现出来应该就是你拿不出来的咯，意思是拿不出来，可是存在，它存在哪里，它没有办法表示，可是你这个圆跟镜，你会执着它，取这个镜放在里面不忘，所以这个相变成在里面，这个色就是无表色，由自己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可是放到里面去，叫不可见无可对，但是是色法。这样听得懂吗？啊，比如快过年啦，你想买一个礼物给家人或是给自己，天气很冷啦，然后你想要去寻找一个一件很好的御寒的衣裳，走过大街小巷百货公司，就用你这个明亮的照相机不断的照取这个圆镜啊，然后就放到心里，估量了哪一间百货公司那件价位多少，哪间百货公司价位多少，可是你都拿不出来，你都拿不出来，对不对？可是这个色有没有在里面？有，这个叫不可见无可对色。这样了解。所以
你心中有没有好多相状？有没有好多相状？有，对不对？啊，其实这个不可见、无可对色，其实就是法尘啊，就是诸法落谢之后，你留在心中的影子。那不是用眼睛可以再去把它拿出来，也不是耳鼻舌接触可以再接触得到的，都不在，可是它在意识中。这是色蕴，那色蕴这样很清楚。所以人基础上，其实你到底要从哪里下手？为了不要急聚这个色蕴，常常会产生一个所谓断灭的做法，也就是我不要有这个色，我也要否认色的存在，这是不正确的做法。正确的做法是对于色是平等的，他去知道他的因缘和合是毕竟空，你不执着色，这个色蕴它就不会聚集，不是要否认色，色不可灭，因为这个因缘呢，上半堂才讲到啊，大智度论呢，对不对？是因缘不空啊，所以你没有办法否认色的存在，而是对于色是平等，然后知道它毕竟空。所以如果你能平等而了解它的毕竟空，这个色不聚集，不聚集保存它的相状跟它的所有的一切，那过起来是轻松很多了。固然人是需要物质的存在来辅佐你这个物质的存活，但这个存活跟存在并不是生命的主重点，生命的条件是个人所定的。你要吃什么样的食物，穿什么样的衣服，住什么样的屋子，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物质条件，这都是人定的。世尊对于色法，他做了最强烈的自我探索，他在探索这个色法，从全然的最高级走到完全的零分，这是非常两极的。他出生在皇宫，所有的条件都最好，吃喝玩乐，没有人可以比他的待遇更好。但对于这个色法的勘破，需要有勇气去拔，你必须有勇气去拔掉它，去丢掉它，甚至于对于自己的四大它还是存在的。世尊考核自己四大的耐受力，而不再依附其他的色法来支持这个色法，这是极大的勇气。但是这个苦恨也没有让他成就，却让他更明白这个色法跟我们脑筋的关系。同学，这个色你曾经饥到什么程度，饥饿到什么程度，空乏到什么程度？我们人都有一个所谓身体的极，就是那个边缘，我们人都有身体存活的边缘。这个边缘呢，
是大家最不敢去碰它的。但当你快靠近这个边缘的时候，因为人呢，就是有这种保护自我存在完整性的基本理念，所以当这个快要靠近这个边缘的时候，就开始起忧虑，就开始排除外界所有存在会攻击或是碰触到这个边缘极限的这些外在环境，这里就产生了很多自我保护的条件，而觉得痛苦。所以世尊用自我考核来看色蕴，这是一种自我意愿的方式啊。大乘佛教他就不跟你讲色蕴上面，他只要叫你，哎，不要执着就好，对不对？那我个人是鼓励你考核看看，你考核看看是有意义的，不是跟你讲看色蕴你就可以成佛，因为世尊最后他也跟我们讲了，不是修苦恨就可以成佛，但是你从色蕴上面会去跨越你生命想保护的那种习性。那一个声音很大或一个声音很小，我们每一根都是这样子，当一个极大的声音跟一个极小的声音，你会产生内心有多大对声音跟自己关系的一种关注，那你在这上面就会看到这个声音对于你的感受，物质更是粗糙，色法当碰及到这个极限的时候，那个受很强啊，那受非常的强。我只是举例，一种举例。当你对食物它的两极化，就是有跟没有，当没有的时候一直是没有的，一直是没有的，你身体会产生很多讯息来呼唤这个色法的平衡，而这个色法的平衡如果不满足的时候，你就会产生饥饿的感觉，再进一步产生虚弱的感觉，再下一步产生虚脱的感觉，接下去就有快要往生的可能。当这些感觉都出来的时候，你的忧虑出现了。我是要告诉你，你借由你自己的四大去破自己的色欲。世尊是这样去世的。那你对于自己这个还是指机体上的觉受呢？有的时候是色蕴连接到自己生命的位置，就是我这个人，我这张脸，我所呈现的相状，这些都非常复杂，对不对？这些呢，从自我色蕴的这种色的把握里面，会去看到你后面意识里面建构了你要存在的标准。如果你可以破除自己想一直维护的这个完整性，那么你意识的我执也容易破了，对自我的设定点也就不再是那么的重要。
我们现在讲自我修行跟自他关系嘛。那我们在讲，这个色蕴哈，同学回去自己想办法自我厘清。那修行啊，实在是需要功夫啦，那也要有勇气。我以前啊，也是很单纯的想法，有的东西就一直给它送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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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只剩下可以维系生命的基础，也可以运作啊。去看到我会不会惋惜，把衣服都送走了，到冬天的时候，穿几件夹克，看几件毛衣，就没有第二件夹克，也没有第二件毛衣，两双布鞋，一双湿了，第二天又下雨，第三天两双都湿。然后去读啊，去读自己。人家是觉得我是一个笑话，做了很奇特很奇特的动作，还很开心的啊，衣服他送到人家家里去，要拜托人家穿，然后一直送走。可是这让我明白很多事，然后让自己开始饿，开始饿，开始饿，然后吃的很少很少很少，吃到最少最少的时候，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的那个呼唤？呼唤食物，看到别人的食物的时候，会不会流口水？曾经有一个病人呢，他生了一个奇怪的病，那医生要检查他，就不让他饮食。那有这种疾病啊，不让他饮食。十几二十天，他看到人家吃东西，他就很生气，他觉得，会吃东西这件事情是很罪恶的，在他面前现出。到他后来可以吃东西的时候，他感觉啊，如获重生了，生命定义啊，原来在吃。之后他就放不下吃。还有一个人呢，他得了腹膜炎，他当兵嘛，然后得了腹膜炎，就紧急的从外岛送回来住院，很严重，这半年都没有办法吃东西，水好像三个月不能喝。哇，那个食物的味道不用讲看哦，没有人敢在他面前吃东西了，可是不能够隔绝空气，自动弥布，空气会流动，只要有那个食物或任何的味道，他都非常非常的痛苦，痛苦到发抖。这个就是人，当你的某一种状态，你会去发现你生命的那个所有的一切的东西都在告诉你它存在。那你的受很强，你的想很强，你的行很强，你的事很强，光在色里面就可以检核了。那讲到这个受蕴，受是领纳的意思，就是对于境外界的一切存在而承受事物这种心的作用。内之五根对外之五尘而起五事去领纳一切境界。那这个呢，就是一接触就有了。只要你有接触起来的时候，你就这个事啊，事跟尘接触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受蕴呢，受到顺境会感受到乐受，引起贪心，
受到逆境，就是违逆自己不舒服的感受，叫苦受，会引起嗔心。如果不苦不乐的境，你感受领受到的，那你也不会有特别的去解释它。在这个五蕴论里面，他讲啊，乐怎么来定义乐？乐就是灭时有和合欲，就是你这个受蕴啊，你这个接受纳受的这个当下，如果它没有了，不见了的时候，你有一个欲望产生，想要再持续这个受，这个就叫乐。所谓的苦，为生时有乖离欲，它存在的时候，你想要抽拔开，这就是苦受。不苦不乐，就是你没有想要和合它，你也没有要抽离的意思，就是不想乖离它，也不想和合。修行基础上一定要用这个不苦不乐来稳定你的受吧，对不对？那你说世尊有没有乐受？世尊会不会笑？有啊，像我们看四句偈里面啊，世尊会笑啊。那世尊会不会哭？世尊会不会哭？世尊在视线的时候哭。这个比丘啊，这很多声闻比丘啊，大家都想灭这个色，所以证得极尽涅槃了，就大家都入无余涅槃去了，还有自杀比丘他。这个世尊呢，看一个的都走了，于是他就要劝大家不要入断灭，所以眼泪就掉下来了，告诉大家，我是立了三大阿僧祇劫，所以才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要教你们的是无上正等正觉，你们怎么一个一个入断灭去了？所以世尊有落泪。那世尊有没有忧愁？世尊有没有忧愁？世尊在木建连呢，被乱杖跟这个石头打死之后，还有舍利佛比世尊早入灭嘛，因为他知道世尊三个月后要入灭，所以舍利佛就回家乡去了，就入无余涅槃。所以舍利佛在所以世尊在舍利佛跟目犍连两个都入灭之后，黯然的走向这个泥莲河，这样经典只写到这样。这上面呢，我们如何来读受的存在？就是其实这个受是主观嘛，那修行人他会不会有纳受的能力？会，他纳受的能力是清净受而不住，他不是没有不能领纳，他是不蕴，他是不把它收集放在那里，这样知道它的差异吗？我们常常会想说，一人修行就好，应该都没感觉，你两件刀去给刮，你拿刀子如果去割它，它也会说会痛欸，你还会痛吗？不是这样，知道意思啊？你还会笑吗？你还会哭吗？其实是领纳都是跟人是一样的，但是它是清净而不住，它不蕴，就是把它收集起来成为一种残留，它不落世，这样。那这个讲到这个受蕴眼
眼耳鼻舌身里面有事嘛，这个五事领纳顺境的时候称为乐受。在意识里面呢，其实你要有乐受，意识有没有动？一定就是有。所以受以事为体，受是以事为体的。那这个意识领纳的时候，它就不讲乐受，它叫喜受。那另外这个经典里面它用的词叫喜受，快乐是一种强烈的，可是意识里面其实它就是一种喜悦的。乐是表现出来的嘛，对不对？粗糙的叫乐，那内心的意识法尘叫喜受。那如果眼耳鼻舌身这五事领纳逆境的时候，逆境我们会觉得苦，对不对？可是在